早前网上流传 Coco 李文的 AI 复活合成影片，他的二家姐李思琳今日出席活动亦都讲到这件事。我觉得这个这样利用 AI 不是一件好错的事，因为你怀念那个人，如果你觉得这些 AI 能够给你复原你没有做到的事是可以，但是用来商业操作，利用一个不在这里的人去侵权呢，好像不是很恰当咯。这个是对不在这里的那位二次的伤害咯，是咯，我就觉得不要这样做，你这么怀念他，不如你做一段嘢，自己慢慢喺屋企睇咪得咯，唔需要去作為一個商業嘅成分嘅操作。如果咪即係造成，如果媽咪睇到咪嚇死佢，係咪？所以唔好似唔係好恰當。